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 APP 微信微博，敬请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第557迷彩虎军情，我是你们的忠实战友迷彩虎。说起咱们解放军的神器，你会想到什么？马扎、挎包、水壶、背包绳、工兵铲等等。之前虎哥也介绍过一些，不过对于当过兵的战士来说，最难忘的还是朝夕相处、爱恨纠葛的黄脸盆了。为啥这样讲？请听虎哥一一道来。目前咱们部队统一配发的军用脸盆是沈阳济华3547特种装具有限公司生产制造的。黄脸盆是一种通称，因为武警用的是翠绿色的，上面还刻有中国武警字样。解放军都是用黄颜色的比较常见，所以就造成了黄脸盆一统天下的印象。作为朝夕相处的生活用品，黄脸盆的作用可就多了去了。作为部队压轴出场的大杀器，能文能武，功能齐全，连中国军网的官方都纪念这款制式装备排行于军营八大神器之首。洗脸、洗头、洗脚、盛饭、盛菜，样样行。这样堆在一起说，虽然有点反胃的感觉，但非如此不足以体现黄脸盆作为非战斗序列排名第一武器这样崇高的地位。新兵过年发花生、瓜子、水果啥的零食，每个班都是拿脸盆去端回来，好几大盆。春晚的时候，在大礼堂，班里一半的盆装吃的，一半盆装瓜果皮屑。想吃个西瓜，怕脏的地板，没事就放盆里切。冬天铲雪了，用脸盆端；捡树叶、垃圾桶不够，用脸盆装。篮球比赛、文艺演出，还可以客串一下道具，当鼓来敲。关键时刻还可以反过来临时当凳子用。能承重150公斤的黄脸盆，做个人轻轻松松。如果发生变形，拿手掰一掰就能恢复原状。除此之外，咱们的黄脸盆还能够执行各种重大任务，抢险救灾少不了黄脸盆，大军拉动少不了黄脸盆，临时客串一下锅盖都是基本功能。在外执行施工任务时，黄脸盆又发挥了餐具的独特功能，可以装馒头、装稀饭、装菜、装米饭，一举多得。甚至边防冲突逐步升级的时候，黄脸盆也上阵为国，俨然就是一副制式武器的模样。当然了，爱恨纠葛也有，因为部队战士日常的公差勤务是层出不穷，这时候心爱的脸盆就不得已被各种蹂躏，装土、装石头、装水、装硫酸。最夸张的任务莫过于掏大粪，不过机会不是太多，这时候的脸盆也是很常见的工具。用过之后的脸盆，那简直就是亮点中的极品，极品中的精品。有人问虎哥为啥不用金属制品呢？试想一下，如果是金属的话，部队在行军途中出动声响过大，很容易暴露目标，搪瓷的又不是很实用，执行一些复杂的任务很容易在磕碰中掉瓷儿。所以大黄脸塑料盆抗造成为解放军这支具有光荣传统军队的必备用品。江湖号称军营八大神器究竟有哪些？请大家微信搜索米粉房屋，关注后回复八大神器前往了解。说到这里，虎哥再来跟大家透露一下，咱们配发这种大黄脸盆可不是一般的塑料盆，它是一种特殊的材料。在为数不多的文字介绍中，虎哥发现了有按 GB11115-89、GB11116-89 标准生产的内容。这两个 GB 是关于聚乙烯树脂的国家标准，分别代表低密度聚乙烯树脂和高密度聚乙烯树脂。这两种材料都非常厚实，而且有韧性，抗摔打能力超强。在一般的高密度聚乙烯树脂的标准中，拉伸屈服强度项的优级标准不低于24兆帕，也就是说2400万帕斯卡的压强才会被破坏。比如T72主炮能承受的最大膛压为510兆帕，对于制作脸盆的材料来讲，24兆帕指标相当于T72主炮膛压的4.7%，已经足够扛住人力范围的折腾了。关键是一个脸盆售价只有10几元钱，却有如此之多的用途，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中都是非常少见的。因为早年物资匮乏，别说脸盆了，军装第一次都只发一套，以至于一到周末就得抓紧时间洗衣服然后晾干，否则周一就没得穿了。脸盆也是一样，只有一个，所以就物尽其用，清洁卫生之类事情也都考虑在内了。现在虽然说物质丰富了，但部队还是要发扬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黄脸盆就这么传承了下来。所以说，世界上最宽广的不是大海，也不是胸怀，而是装进迷彩青春的黄脸盆。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大国梦，在追纳兔的你怎么能错过这款经典的游戏？作者麻蛇亲自监制，给你带来原汁原味的游戏体验。游戏操作简单，剧情精彩，战争场面极致火爆，
请打开手机应用市场，搜索迷彩虎军事，下载我们的官方 APP， 在游戏中体验种花家的漫漫大国路。